在白云机场，你为什么想要认识我？过后我反复演练了很多次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就凭一个故事啊，一个相同的名字吗？这理由也不成立啊。不是一个相同的名字，是两个。哦，是迟疑。不过我不介意你理解为一见钟情。 我那天确实想认识你，不相信啊？你想听实话？我们俩之前，你的外貌比较容易让别人一见钟情，我觉得你挺有吸引力的。哎。 可惜啊，第一次见我没感觉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可能我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吧。不过，我觉得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或者说可以让关系更加的牢固。嗯，比如说，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像这两本书。 内容不一样，也互不相关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每一部分呢，都在重合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重合的部分就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融洽。最后，无论谁使用外力，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可以让关系这么牢固。 不就是摩擦力吗？还日久生情？我知道的还挺多。